好，大家继续翻到嚟呢一只嘅 RPG game， 我哋继续剧情啦。好，咁上次应该系呢个 save 啦。好，咁上次咧就玩到去咧，攞条锁匙出到嚟啦，就一大扎僵尸走过嚟，然之后身上应该得翻一把嘅步枪嘅，呢一个半自动步枪啦，每8发需要换弹 M1 加兰德 S， 一出嚟就已经有电话啦。咁就即刻叫我走出嚟啦！我趁佢咧冇注意到偷咗条锁匙，地下听一个，嗰三个头嘅怪物追杀我，救我啊！你死关我咩事？佢嘅死唔关我事啊！呢条好，应该系向呢个方向行啦。哇！已经有怪咯，唔好死啊！我得翻一滴血啫，哇！仲有只咁嘅几嘢，哇！人肉扒。哇！大镬啦！这张纸布上一部分文字已模糊于几年几日嘅咩镇咧？咩嘅伊达咧？伊达报警称其喺邻居嘅咩屋企附近闻到啲恐怖气味。警方再特调查咩眼，跟住之后咩之后咧，发现佢乜乜乜被肢解，并且被冰冻保存乜乜尸体。经呢个辨认咧，呢一个尸体咧应该系乜乜乜学校名为塞西尼亚乜乜乜嘅学生，即刻逮捕咗乜乜乜。乜乜乜大叫住我，即系我也只系咧咩达咩我 X 爱，他不接受就咩死。目前都对该男子精神鉴定进行中。哇！点解要咁啊？啊？啊？好啦，咁其实我使唔使再攞咧嗰啲情报？我应该睇咗唔使再拎噶啦。好啦，又有电话到啊呢度。好。理论上呢个方向应该冇错啦。哦，不过唔紧要啊，我哋可以照攞嘅，我觉得其实，只要佢唔好成日瞬移就得嘅。佢一瞬移，我就一定唔会救佢快。呀，呢度几久咁都可以继续喐，真系。好啦，一个靓嘅走位搞掂，即刻走翻出嚟。喂，我得翻一滴血，真系好危险喎！而家，喂，顶，咁我做咩要喺左手边出嚟？诶，呢度系咪有？点解咁多嗰啲阵喺地下嘅咧？放住啲杂物冇有用嘅东西。好啊，咁啊，中间图书嗰度唔系？要有啲咩可以撬开佢嘅呢个位？撬开佢，冇嘢喺身咯。呢个食得噶，人肉扒，我揾个位 save 再食。一食完之后死咗定点？会唔会有怪嘅呢个位？好惊！一入去即刻有怪，打死咗我。要唔要转个？有个洞转。呢个写住囚犯嘅笔记。今日咧，克里奇警长俾咗一个假释嘅报告，应该咧离开呢个鬼地方唔远啦。卡罗已经等唔住要见你啦。呢个地方简直系地狱，依个话嘅监狱不如更加可以话系地狱。嗰啲咧攞一啲公款咧吃害家伙咧，几乎每日都将最老实嘅人拖出嚟打，有啲咧会直接打死，而对闹事最恶嘅重犯咧完全唔理任由，佢哋逍遥法外。好在呢个警长系个好人啦，好似父亲一样亲切，好庆幸咧冇落到其他人手中。朋友开始就已经是被冤枉，你好清楚啊！唔理点样都好，即刻翻嚟，我挂住你，再见。好，喐唔到啊！喺度要捐过去吗？捐。哇，系咁又捐过去喎，大佬。哇，系就咁样捐咗过嚟呢个位，好嘢。好，丝毫不动，乜乜乜。哇！获得生命符，要装啦呢个系嘛？生命符系咪重生？有机率使其无效化。OK。好，呢一个系咪行过？啊，唔系，呢个未行。冇特别。呢张，哇，系坚决打击性侵，放佢个屁！我喺呢度贴咗张纸条，公然违反规定，有边个肉敢咩话？好，咁啊，等住等咩啊？想得美，洗干净个屁股，等你呢班畜生不如嘅东西，呢、這个识唔识喐噶？呢只嘢。手中有一个没有子弹的枪，可能弹尽之后咧，呢度力尽而死啊！尸体上有锁匙同埋一副笔记，西走廊的锁匙。
卖呢、這个系卖货你喺度嘛？我要揾到对付啲怪物嘅方法，你应该注意到啲怪物咧，唔理点开枪都冇用。普通嘅子弹冇办法伤害到，话俾你听啦，用银弹啊，用银弹，并且开枪嘅时候向神祈祷啊，字面意思，向边个神都冇所谓，最好唔系啲恶魔嗰啲就得啦。总之你唔使变怪物咧，就最好咧认真啲。你注唔注意到啊？我哋咧唔系唯一一个咧对抗恶魔嘅人，求我哋咧尽快揾到呢张字条，然后揾银嘅子弹啊！哇，你嗰度出咗嚟噶？黐线嘅啫，呢只都唔系易打，老实讲，呢只唔系我讲要打啊嘛，唔使咁都好啲，因为呢只都几难打，真心。哦，好啦，呢个位我哋就捐翻过去啦，要无底深渊。嗯，锁匙，搵嘢叫。有咩可以揾嘢叫啊？监狱西走廊，应该向呢个方向行啦，系嘛？我几时可以食翻啲血咧？呢度系咪有个位可以 save？ 如果系，我哋 save 先啦。我惊我自己死嘅个位，喺度 save， 然之后食下个人肉扒先。哇，回晒喎！哇，逼人食人肉唔系好得咁样。好恐怖，即系觉得，但系食完之后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嘅 PR 系咩状态？唔记得咗啊！就是、蓝色嗰条脉搏率啊，咁就已经冇咗，清个零。西走廊喺呢度啦，叫咩啊？健康剂三，嗰个有金闪闪，金闪闪系咩咧？有个支棍 ，SD 卡放喺手机或者读到啲咩出嚟？喂！2017年的犯人访谈录影录音啊，你对自己的罪行咧供认咩讲咁样？唔知个字点读啊？为咗咧争取宽大的处理，唔系，我只系想表达咧，我唔觉得我做错嘢。你睇下你对自己杀咗人感到引以为傲喎，话俾我听，同嗰个被杀女仔塞西利亚咩关系？恋人，我冇同佢开玩笑，我都冇同佢开玩笑，我同佢恋人嚟，我深爱住佢，佢都深爱住我。咁你可唔可以讲下点解杀咗佢，仲肢解？這個俾我打他的心扉啊！你等他全方位接受我。這個同樣為了讓他呢跟我做到永遠在一起，這個表達我的方式通過謀殺，而且法醫鑑定報告顯示他被殺害前被強姦，是不是你做怎樣啊？我的愛情觀呢總比殺手下多更正確。你還未意識到你這樣做？我意識到啊，而且呢我知道呢你們會給我愛意扣上幾康莊的帽，愛上了他就是我的，我想怎樣做就怎樣做，这叫做这能叫强奸吗？这叫杀人吗？这叫爱？访谈结束，押翻入房，精神病人喎、啊，呢、这个系好啦，即系总之系嗰啲嘅扭曲型人格啦，反社会人格算唔算呢啲？应该唔算啊。总之就极之奇怪嘅一个、心理变态嘅杀人犯。喂呀，好在啫呢个位。嗯哼，取回了自己的东西和获得楼梯，哇，在晒呢个位置，好嘢！你要输入密码锁。点解呢度有啲 CCTV？ 但系我密码锁啊，哇，咁多嘢突然之间有。嗯哼，我依家暂时都系见唔到任何嘅密码、情报啊、提示线索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咧，我哋可以离开呢个位置，去下一个位置。嗯，呢度头先去过，上面都行过，咁即系落翻去下路啦。下路系办公室，呢个办公室冇一个地方会闪，所以应该系呢啲柜度。系啦，密码字已经得到啦。咁简单攞到密码字嘅，相信一阵间咧都会系一个提示，一个嘅解谜推理啦。咁我哋去到嗰个位置，再谂下点样解决啦。呢啲狗遲咗，咬死我！哇，真係好在佢擋咗一下嘅有一下。好在有一下佢幫我擋咗傷，如果唔係咧，真係凶多吉少。好，同埋佢咬我傷害都唔係好高啊，呢度啊。然後我哋望下个密码纸写住啲咩先啊，各位。密码纸咧，
二三五七，这些数字能够安抚人的情绪。二三五七，哇咩嚟噶？数这些数字能安抚人的情绪，跟住佢最后嗰个要数，应该系问号问号问号嗰个。嗯哼，一零五啊，唔通系会有反应？一零一、一零三、一零一零几啊？一零一、一零三、一零七，好一零七，好密码付支卡，密码付磁卡，唔知密码付磁卡有咩用？系攞武器啊，定系咩咧？嗯，你啦，依家就可以走啦。現時劇情的去向應該是可以拿個鐵筆，然後撬開某一道門嘅。咁道門啊喺右手面有個位置咧，就要撬開佢打開嘅。依家就可以行翻過去啦。同埋呢啲就唔需要話太驚，因為血量已經提高咗啦。用鐵筆係咪呢個位啊？好似係啊，喺呢個位右手邊。鐵筆，我即係撬爆咗啦，已經。有个足以咧让人进入嘅洞口，里面写咗啲潦草嘢，绝不能让嗰啲被恶魔侵蚀咗脑嘅家伙碰到这东西。银子弹会唔会有怪入嚟？冇 ，OK OK。银子弹就系头先啱啱所讲，有个笔记就话咧，银子弹系要用嚟咧杀害有一只嘅怪物啦。呢一啲就普通子弹都打得死嘅。阿师，我而家身上有啲咩话？物理学圣剑，物理学圣剑啊，竟然系，先过咗去先，因为我唔记得呢个位置有冇路可以行。啊，呢个有得行，楼梯间锁匙啦，医疗包啦，喂，咩声？哦，又有嘢要打啦，睇嚟。肯定系嗰个女嘅变成咗唔知啲咩，另外咧攞一大堆子弹，准备要打怪兽啦，有嘢要。好咁啊，三个头啊出咗嚟啦！哇，冇我几个度啊，快走啊！我走先，你喺度讲咩啊？呢个家伙打唔死子弹个咩？你知点打啊？哇系，哇把刀点解又喺身上啊？我明白啦，你一直帮我好感激，好愿意相信任我，而唔系嗰个难我揾逃走嘅方法，千祈唔好死啊！好啦，我话俾你听点样打，用银弹啊，最好咧认真啲。你可以咧在装备栏更换武器为手枪银弹。OK， 我居然要帮呢条友，哇，两条血唔系啊嘛？银弹几多粒啊？哇，银弹得一发啫，认真即系一发就已经射死咗定点样 ？OK， 呢度有冇嘢执啊？冇。好犀利嘅一个 fit 啊！好犀利嘅假动作啊！完美嘅简直堪称，准备受死啊你！硬啊硬啊！喂，我真系第一发咋？喂，咁我第一发银弹点打呢度？装备了银弹的手枪，但系我身上得一粒银弹啫。喂，打唔赢啊大佬，帮忙，打唔赢，黐线啊！诶、欸，唔系、啊，开咗发银得，哇！我头先系无敌咗时间，哇！其实应该死咗啦，啱啱。哇，好屈机喎，你都师兄。好在开完一发就可以对佢做伤害，一阵又要用多几发，我就真系唔知边度揾。呢、這个唔算话好难打，好似暂时睇落啊。哎呦，相信就唔算话好难啊呢、這个。哇，咁好彩啊！点解个安全个安全符有啲料到喎？系咁顶晒伤，咁劲嘅咩 ？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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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准备受死啊！三角头有乜可能会输？呢、這个攻击模式咁，我想哇，我错啦，
搞错啊！咁都俾你劈到我嘅咩？你唔系咪守护住我咩？安全符一打即刻秒咗我，喂爆咗啦！呢、這个原来有个咁嘅动画噶，有个咁嘅特效。OK OK， 咁即系话其实我依家用步枪都得啦，系嘛？咁用步枪啦，唔好烦。扣得咁少啊！佢固定咗好似九十几，我记得之前唔知打边只怪都系九十几喎打。系啊，佢系咪真系有两条血啊？如果系，我都几麻烦。嗯，唔知点解咧呢啲 game 咧，永远咧睇落跟住好简单啦，跟住后面咧啲王就开始强化。我严重怀疑呢一只怪都系咁样。系啊，哦。强烈怀疑呢只嘢都系咁啊！好，如果真系两条都几麻烦啊！好，最好打就系咁样啦，唔好啊！哇，咁都俾佢戒到我，硬啊！即刻破呢个盾先啦，喺度，好。啲用步枪打，好少可以用步枪嘅，我谂系系嘛？喂呀，大镬啦，开始急啦，开始急了，开始难啦。同埋我一开头瞬移咗下，公平咩？识瞬移啊你？先跟住就步枪啦。M 1加兰德，点解我唔用 M 1加兰德咧？其实，喂，我得卅九啫。O K 喎，但系呢一个好，喂呀，真系呢一下真系唔得，佢呢一下入弹嗰一下咧，好危险，争啲俾佢劈到我，系咪咁样一下一下打啦，唯有，一陣太過貪咧就出事，呢個 game 咧同嗰啲咩網恨一樣，或者啲新快機一樣咧，只要你唔小心咁開多一發咧，你就會死喺呢一個嘅自己手上。好啦，哎呀，一百二十。诶、欸，哇，点解啊？又系咁样，好就系个，希望呢两次再搞掂啊！两条血内呢只真系唔算难打嘅，但系咧太过贪心啊！我喺呢度用步枪啦，不如我硬系觉得步枪其实应该高，好用啲啦，比起一个突击，即系半自动步枪。哇！睇幾高輸出，準備打爆佢啦。同埋佢好就好在咧，一開完之後咧就可以即刻走位。啊，咁樣啦，呢個位先係最正。咁我射多兩發都差唔多，費事用曬彈。我驚之後仲有嘢要打。咁呢個位我哋就轉用手槍啦。差唔多讲紧三发手枪子弹先等于一发步枪到咯。喂呀，好在我聪明嘅。哇，系啦，佢一下走位，一个向前冲，一嘢斩过嚟。好啊，系咪呢只嘢叫 X 2啊？唔好真系两条血啊，大佬打唔掂啊！呢只嘢两条血我有排打咁样，好似。唔知点解有两个嘅雪花啊？系咪有啲咩暗示叫我放生佢啲乜鬼嘢？哇！点解争啲死啊？头先嗰度唔够密搏，我补先。五一石，诶、欸，唔系呢个吗啡营养剂薰衣草。我惊有一次我就系会系咁样死咗，系就系、是、因为自己唔够呢一个密搏就死亡啦。好啦，争少少嘢，依家争少少啊！睇下佢条血究竟一条定两条？哎，搞掂搞掂搞掂！
哇，唔系啊，哇，哇哇哇，真系两条血啊佢，咁啊大镬啦真系，佢你唔会同我讲佢三条血啊成一，会唔会成零啊？哇，黐线，会唔会劲得滞呢只？哇，仲识抌地添，同我只咩一样？哎哟，哇哇！哎，好，物探到嘅 game， 物探到，哇哇哇哇！点解会识呢个咩喷火啊？明明是呢个白弓手嚟，你竟然识喷火呢魔法师的技能？哎呀！得翻八滴血咋？好，即刻探到先啦！见到佢爆石的时候，哎呀，真系，哇！你真系～好贱喎，兄弟，你咁样出啲咁嘅矛招，哇！呢下月圆关刀，喂，好，照咁样打应该 OK 啊嘛，哎呀，真系黐线嘅嘢，哇！等先，好惊啊！又要再食啦，薰衣草。好，三发差唔多，跟住走啦要。哎呦！哇！真啲濑嘢，自己行埋去自投罗网。喂！唉。生意做咗罗网啊，字头。OK， 远距离发射，差唔多有咗高速移动啦。好 ，very good 啊！呢下佢咪加咗移速啊？系啊，加咗移速啊！拉佢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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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佢嚟！哎呀，加咗移速啊！条友，哇，攻速都快咗啊！佢，唉。食多药先，食多下先，好惊，惊死！呢个系时候要开呢一个步枪出嚟啦！哇，好惊啊，大佬！喂，佢一斩冇晒我啲咩？即刻回翻呢个物，呢个恢复物搏率效果一般。OK， 唔错嘅伤害啊，呢个差唔多高速移动啦。哇，好在啊呢下，揸下。哇，佢好顺啊！依家啲攻速压屎啊！唉，终于搞掂啦嘛！哇，咁有型嘅呢个主角可以避过去跳，避过去掉个板住，再向前跳吉佢。
好，终于解决啦呢、这个 boss， 非常之难打。去到第二条，第一条要到嘅第二条开始黐咗线，着咗魔。我依家终于走得啦，开晒啲咩？嗰啲步枪呢度把刀咪执起，太重了，连拿都拿不起，竟然。B B 有 emergency 啊嘛？侦察到暴乱危险等级达到三级，紧急出口开放中啊！打开紧急出口，听住我哋走去嘅关键就系有个服务嘅仪式已经知道。咦，我啲消息咁唔灵通，真系嘅？你已经攞三样食物啦 ，OK， 听住啊！头先攞咗银色嘅硬币，我觉得呢一个已经系最后啊！你必须咧通过，你必须迅速通过紧急出口咧，逃离监狱。有前往附近嘅一座教堂，好近，你冇可能玩唔到。呢、這个就系执行仪式啊！唔知咧呢、這个仪式可唔可以救到我哋，但系咧都要试下啦。大胡佬啲怪物要追嚟啦，快啲去啊！我如果你先等我等一阵，我喺嗰度同你撞面嘅碰面。喂，唔好理我，喺西湖先个位好。咁暂时今集时间玩咗咁多先啊，非常之难打。头先个 boss 虽然就难打，但系都系好轻松啊，都唔算好轻松啊。虽然难打，但系都过到啦，叫做 OK。咁啊，今集时间嚟到先，我哋下次继续剧情啊，逃离呢一个嘅监狱，去到教堂系咁先，拜拜。